谢谢辛苦的 Juicy， 还有我们的悍将小飞侠的富邦悍将应援团队。那么中场时间，再度的来欢迎富邦 Angel 一三连胜，好，现在我们会带来精彩的中场表演，欢迎富邦 Angel。五局打完，目前两队形成了3-3的平手。那么，场地由辛苦联盟掌握了。